哦，哇！我们就读两个小时，对不对？嗯。预备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灿娜。大家好，我是亚米爸爸。今天我们要来进行辣泡面挑战。你要吃什么？我吃 cheese 风味辣面。所以我的泡面是你去帮我买的吗？对啊。你帮我买了什么？一个火鸡面，很有名的。韩式火鸡辣泡面，山羊火辣鸡肉风味铁板炒面，超长的名字，来再念一次，山羊火辣鸡肉风味铁板炒面，差不多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看妹妹，这其实还好，不会到太辣，我自己挑的。它上面有那种cheese 浓汤，再加一点点辣的那种感觉，嗯，感觉就超好吃的。这很常吃，因为它特别好吃，韩国很多人买。好，你吃多少？我等一下火鸡肉面那个两倍辣就吃多少。哦，妈妈，你帮我拿叉子，我看看啊。哇，好像稍微有点辣。嗯，你吃的这个是 cheese 风味拉面，它里面会有香浓 cheese 跟一点点的辣。对啊，其实不会到太辣，它没有辣的感觉，平常人爱的那个麻辣味。哇，听这个声音。接下来看我的，那么我的火辣鸡肉面会长什么样子？我们来看看哦。好，好，它是这样子。哇，这个分量好大、啊！这个红色的，你的绞肉给我。红色的是怎样子啊？这么辣？哦，好辣哦！这是闻味道就很辣哎、欸。没有，我刚吃你的绞肉好辣。好，那我来试试看喽。完蛋了，我会不会马上就失败、欸？哦。哦，水在旁边。哦，好，好辣。嗯，哦，好辣，很辣。嗯，好。哦，好辣。你也不能都没有矫正吃这个啊，你吃一条泡面看看，我捞一条给你。你一定会捞最长。捞，来喽！剪断。这样子。准备喽！啊，预备！嗯，用在我脸了啦。这麻辣不辣？会辣吗？苦辣。苦辣哦。好，我们现在两个人比赛，看谁先把这个吃完。吃完的人就赢了。你要给我手机时间哦。嗯，那你要给我那个练琴的时间哦。好，我们就读两个小时，对不对？嗯。预备，开始。哇！你吃太快。要半碗了。你吃到半碗啊？我还有一碗。喝一些水，这起司汤还挺好喝。哇，我吃了辣泡面，突然发现水变好喝了。有没有牛奶？啊！我想要牛奶。我想要给你玩手机啊。你看、啊、我剩下饭，剩下糖和饭。我们现在投降，我给你玩半个小时的手机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反正你吃半碗。好啊，那我给你一颗。今天就是我挑战失败的火鸡两倍辣泡面，真的太辣了，这个可能要全家人一起来挑战。你吃的是什么？我吃的是很好吃的起司面，超好吃的，不会到太辣，超好吃。好，最后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